下面带来王楚钦的一场经典比赛，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。第一局王楚钦7-2处于领先，漂亮，再得一分，8-2。王楚钦这记反手回球落点非常好，接下来林中勋发球，漂亮，大头接发球反手顶拿得分。这场比赛王楚钦状态非常出色，好的，大头完全压制住了林中勋，接发球反手顶拉质量非常高。第一局由于分差过于悬殊，王楚钦以11-5先拔头筹。第二局中段双方战至6-6平，接下来林中勋发球，双方往前试探，林中勋侧身，王楚钦回击，漂亮，王浩起立鼓掌。大头面对林中勋的侧身抢拉毫不手软，打的是非常强硬。林中勋继续发球，大头反手接，再来一板，好的，接下来是王楚钦的两个发球，王楚钦推一板，漂亮，王楚钦继续发球，林中勋这个球打中了，反手质量非常高。没关系没关系，王楚钦还9-7领先两分，这是机会，漂亮，10-7，王楚钦拿到第二局三个局点机会，大头挡一板，好的，11-7，大头再下一城，大比分2-0处于领先。第三局王楚钦3-2暂时领先一分，接下来王楚钦发球，双方进入多拍对轰，王楚钦反手来一板，接着反手正手衔接，王楚钦连续侧身，林中勋接回，王楚钦再扣，林中勋这球还能接回来，场面简直不可思议。王楚钦再扣，林中勋接回，王楚钦再来一板，漂亮，这记多拍较量双方都打出了极高水平，王楚钦拿下这一分可以说是燃爆了全场。不得不说林中勋也是相当顽强，而王楚钦可以说是稳住了局势，在手握优势的情况下拿下了这一分，太精彩了。国乒替补席全体起立挥拳庆祝。第三局中段王楚钦7-5领先，王楚钦变换正手，漂亮，大头这记正手抢攻非常强势，目前8-5领先，大头继续发球，双方又一次进入多拍较量，王楚钦连续正手后杀，漂亮，王楚钦霸气的抖了抖肩，真的是太强了，大头这个球给韩国全队集体打沉默了，没毛病，就是这么霸气。场面处于被动的林中勋反手发球，王楚钦接发球得分，10-5拿到了5个盘点机会，林中勋继续发球，王楚钦反手拧，反手再打一把，这种衔接失误了，没有关系没有关系，给他一分，这个球弹网出界了，王楚钦10-6还手握4个盘点机会，王楚钦反手来一板，紧接着侧身，漂亮，比赛结束了，王楚钦3-0横扫林中勋。这场比赛王楚钦打出了气势，目前正处于低谷的王楚钦希望能尽快走出困境，王楚钦加油。